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由我胡伟康主持、火星台制作嘅节目《大名鼎鼎》。好啦，我哋每一集嘅嘉宾咧，都会请嚟业界一啲好有代表性嘅人物，而我哋今集请嚟嘅嘉宾咧，亦都喺呢一行冇人不识噶啦，喺娱乐圈，同埋咧佢条命真系好，去到边都系做高层，唔知点解。我哋真的要跟他傾下嘅 ，Tommy G， 你好，你講到好像不是講我咁啊，誒，我哋啲係捱出嚟的，不是去到哪度都做高層。誒，咁好啦，咁我又想你話俾大家聽，點解可以你捱親都可以做高層嘅？嗱，呢樣嘢大家都好想知嘅。其實只不過就係話，可能呢幾年咧就即係累積咗少少經驗，咁可以做啲比較係統籌啲啊，或者係 senior 少少嘅嘢啫。其實我哋喺即係幾年前啦嚇，咁啊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由低做起嘅，由一啲最基本嘅宣傳做起啦。係，咁啊一路都做咗都卅，係啊，真係由80年代到而家啦。係啊係。咁同埋其實80年代我哋成日都。在我哋呢一代嘅人，我哋成日話係即係一個娛樂圈最黃金、最輝煌嘅年代，好多人都係咁講。咁你又點睇呢句説話咧？我覺得嗰段時間究竟係咪真係今非昔比呢？又唔可以咁講嘅，而係嗰、那個我覺得係每一個時代嗰、那個轉變咁解嘅。咁嗰段時間係啱啱，譬如一啲科技係 CD 嘅發明啊，係同埋。嗰陣時係用聽 CD Hi-Fi 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咁嗰段時間嘅 CD 咪賣得好多咯。咁而家其實音樂仍然不死㗎，不過大家轉咗用電話聽啊，或者用其他嘅載體聽咁解。咁所以其實係一樣嘅。咁你話香港嗰陣時係因為喺個經濟發展嘅周期，咁啊當然係發展得好好啦。咁其實而家就將嗰個戰場擺咗喺內地啫嘛。咁其實而家內地嘅娛樂圈係非常之蓬勃嘅。咁所以我又唔覺得係話個娛樂圈變化咗，只不過可能係一個 location 變啫嘛。即係等於就係話以前可能喺興我哋聽國語歌，有陣時係興聽廣東歌，亦都曾經係日本歌，係啦，而家就去咗韓文啦。係。咁所以我覺得係一笪笪地方啊，或者係文化嘅轉移。呢樣我係好同意。我成日都話娛樂圈或者其實每一個產業都是即係風水輪流轉，咁即係大家輪住去威嘅啫。最緊要是大家繼續努力咁解嘅啫，我覺得一定是有得做嘅。咁如好啦，講翻80年代，咁你都係從事喺一間即係當其時即係數一數二嘅大公司啦。托賴啦，算係一間大公司啦。咁喺一個咁強後盾嘅公司，但係亦都講緊競爭咁劇烈嘅行業入邊，你係點樣喺策略上邊運用你嘅奇謀咧，去幫助啲歌星咧？嗱，應該咁講啦，其實我哋呢一行嘅唱片公司咧，其實我哋都一路都係講緊 teamwork 嘅，其實係每個藝人嘅成功或者唱片嘅成功咧，就唔係我哋個人嘅力量嚟嘅。包括咗 artist 嘅付出啦，我哋團隊嘅努力啦，咁係成隊人一齊去群策群力嘅。咁當然有陣時有啲得意嘅嘢，可能係會自己諗到啊，或者係有陣時開會嘅時候 brainstorm 出嚟啊，咁會發生到嘅。咁其中一個有趣嘅，譬如喺80-90年代咧，就啱啱興又玩翻一啲懷舊嘅歌曲啦，譬如嗰陣時咩黑玫瑰啊，其他嘅嘢又流行翻一啲懷舊嘅嘢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咧有啲得意就係我哋有一次黑琴，咁黑琴嘅唱片就已經啱啱錄好曬噶啦，咁但係咧就我突然之間覺得有一隻歌可以值得玩喎，咁就同佢商量，咁而佢又採納咗，佢同埋個監製都採納咗我哋嘅意見，咁就寧願 over budget 咧，都即刻趕錄多一次，咁估唔到後來亦都的而且確呢隻歌亦都爆咗。當年相戀意中人啊，就係舊歡如夢。係啊，真係都成為一時佳話嘅，即係同埋大家係估唔到，咦？點解會突然間攞隻咁嘅歌出嚟咧？同埋其實有時我當其時啊，亦都聽到其他啲行家講，點解黑琴會咁夠膽？因為其實呢樣嘢出嚟可以好爆，可以出事嘅喎。係啊，咁呢個就我哋大家一起去研究嘅時候，大家都諗過好多問題嘅。咁而大家覺得係值得去試一下喎，咁於是大家去試啦。而試完之後，我哋仲要喺個 performance 嗰度已經諗埋，因為我哋其實係唔係淨係話想唱只歌，我哋係覺得係有好多嘢可以玩，包括埋啲舞步。如果你記得，隻舞步都幾好，做咗件事出嚟。係啦，咁嗰陣時當年亦都有一個趣事嘅，就係話
當年電視台咧就有一啲叫勁歌推介，咁、但係咧即係幣公司咧就真係比較都受到眷顧咧，其實已經攞咗好多啦。咁所以呢只歌基本上咧就已經冇 quota 再俾我哋㗎啦。咁但係當我哋第一次喺當年都仲有嘅歡樂今宵咧去演出嘅時候咧。我哋本來咧係喺個電視節目最尾個拍先至唱嘅啫。咁但係當我哋 rehearsal 完之後咧，嘅導演係將佢提前到去第一拍。同埋當呢個節目播完之後咧，我哋嘅電話咧就響個不停。基本上嚟緊嘅連續成個月嘅所有可以唱歌嘅節目嘅監製都打電話叫我哋出席。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係勁過勁歌推介。哦，即係呢個真係代表作的。代表作又唔可以話代表作，只係話都係啦，唔好謙虛啊，係、這個、代表作就代表作。這個、堅密係受到啲普羅大眾歡迎咁解。係，咁好啦，成功嘅例子有啦。有啲咩好挫折嘅咧？你覺得係一擔心機做咗出嚟，但係結果真係事與願違。哦，咁總會有呢啲噶嘛？你冇咁多時間聽喎。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好多時候咧就大家會見到我哋一啲成功嘅例子，因為成功大家睇到，但係失敗嘅例子你點會記得咧？其實我諗我哋平均嚟計一年裏面咧，如果喺以前嚟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因為個經濟發展好嘅時候，環境比較好咧，挫敗嘅例子我諗會少啲嘅，大概可能20%至36%度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香港地嘅話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如果一年裏面做嘅項目嘅話咧，挫敗的例子隨時是60%至70%，真正能夠成功的話可能只得 10%、20%， 甚至乎冇都可以的。是，所以是不同，因為現在的競爭就越來越大，而我們可以 去配合的資源就越來越少。是，還有實際現在也在說，因為那個整個如果唱片行業來說，整個生態是真的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那我們變了已經就真的很難話在唱片實體收益嗰度去支持到，譬如製作啦，或者宣傳上面嗰個費用。咁亦都呢樣嘢亦都反映咗喺我哋，譬如講緊八十年代白金唱片、金唱片嗰個銷量嘅數字同而家嘅要求，真係亦都係一個天一個地。咁呢個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其實係個載體轉變咗。因為以前嚟講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就最早期係用黑膠唱片啦，跟住有啲 cassette 啦，咁係去到八十年代開始咧，就有一啲 CD 咧正式去流行啦。咁所以 CD 嘅盛行嘅時候咧，係的而且確加上嗰個經濟起飛咧，係令到 CD 係去到一個非常之大嘅銷量。譬如我哋當年我哋成日都喺度講笑，就係話有某一個 artist。出一隻唱片賣了大概是2-3萬隻，那我們是開會研究是不是應該不要再跟這個 artist 做的，那你想想，但是今時今日可能賣到1-2萬隻，這些簡直是現在最 top 的 artist 的了，主要是因為那個載體不同，但是相對來說，因為現在多了大家的年輕人都是用手機或者用數碼去聽這個音樂的話，其實數碼帶給我們 的收入已經越來越大的，所以也都當然在現在來說，我覺得暫時都還未能夠去比美當年的 CD 銷量，未是理想啦，未是理想，但是它的數量個銀碼也都一路去增加的，所以如果當所有的版權是處理得更好，那些非法下載越來越少的時候，我相信是可以去回一個很好的市場。同埋你都經歷過咁多唔同嘅朝代啦，同過唔少大小巨星都合作過。你覺得從中俾你印象最深刻嘅係，可以係一啲好開心嘅事，亦都可以係一啲最棘手嘅事。有冇啲同大家分享？哦，咁啊，如果講唔使開名嘅，哦，開埋都唔怕。係咁啊，最好添啊！因為你話如果即係影響得最深嘅咧，就不能不讚即係我哋嘅校長啦，咁啊，點解佢影響得最深咧？就值得分享嘅。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好令到我哋啲年輕人都鼓舞嘅。係因為譬如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我都仲係一個比較新嘅人啦，經驗又唔夠啦。咁當其時我係安排一啲宣傳啦，咁有幸地啊幫校長去做一啲宣傳。咁我哋會幫佢接一啲嘅宣傳活動啦。咁喺接呢個宣傳活動嘅期間，校長就曾經問過我一句。你覺得呢件活動係咪應該做？咁我就話係啊，幾好啊，咁就去做啦。咁今晚校長就話好啊，冇問題，去做。當做完之後，成個活動做完曬之後，
校長之後才再跟我說你看完之後覺得怎樣、嗯、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怪怪地好像個位置、出場或者表演的項目有些問題是啊其實是有問題的、就是、不過他會覺得就是說因為他要我去學習同埋佢要俾出面嘅媒體知道如果要搵佢就去經過我就可以搵到佢㗎喇所以佢一定要幫我建立到呢一個信譽同埋信心哇好好啊但係佢係犧牲自己㗎佢係用犧牲咗自己嘅一啲尊嚴又好或者係一啲佢已經唔應該做嘅位置都好佢係嚟教育你這個才是一個傳承來的嘛、啊、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怪責他是只是想教識你一件事這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深的體會還有我真的 很多謝他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我是學不到原來有些事我們要注意還有我們要去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哇好好、啊、好好即還有在他身上除了看到分享那個他在行業上面的所謂 knowledge 之外呢、嗯、他是很肯去有一樣的傳承、啊、作為一個長輩、啊、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啊、因為你懂的東西拿住不教人是沒有用的沒錯沒錯那好了同樣地在校長身上你看到這麼美好的東西、嗯、那有時如果做了一些新人又不是很聽話又知一點不知一點又要要求多多、嗯、你又會怎樣樣去 fine tune 佢咧，嗱喺以前嚟計咧，我就成日呢啲就經常遇到噶啦、嗯。我哋成日講笑咧，就係話喺其他嘅公司嘅新人咧，如果一啲宣傳嘅人員安排到佢上電視，嗯，哪管係冇歌唱，只係玩一啲遊戲，嗯，佢哋都好感激嗰啲宣傳人員咧幫佢哋安排嘅、嗯。我哋成日話咧，我哋有啲縱壞咗嘅咧。就算我哋安排咗上去，唔使玩遊戲，唱一隻 full version 都好，佢哋都好似覺得我哋冇做嘢嘅。咁呢啲係一啲比較年輕嘅啦，佢哋始終經驗唔夠。唔知道世界艱難。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去到今時今日啦，即係我哋都好明白嘅。其實年輕人有佢自己嘅諗法，其實一路冇變過㗎。嗯。因為喺我一路做到而家嚟講，所有嘅年輕嘅藝人都會有同樣嘅，就係佢哋會不知天高地厚啦，覺得自己係可以無敵啦。可以做好多嘢咧，咁其實我又覺得係正常嘅，因為當年我哋啱啱入行嘅時候，我哋自己何嘗唔係咁諗咧？咁、嗯、所以我哋只係需要俾多啲引導佢啦，啟發佢哋啦，然後等佢哋自己諗下啦，自己有陣時碰壓壁、嗯，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其實而家嘅年青人點解會成日有太多自我而又唔肯去？在別人的角度去想其實在一個成長過程裏面可能是長輩保護得太好、嗯、於是他們就很少機會碰壁而他們沒得在這個錯誤中學習的正如剛才我所說校長其實如果他就這樣跟我說的話基本上我可能完全不明白的但是他就要我真真實實經歷過挫敗了先你挫敗完之後他不怪你他就是說你自己領不到什麼那其實得到的什麼就是你自己的嘛咁所以我覺得同樣地，我會覺得就係話，之前一啲前輩俾一啲經驗我哋咧，咁如果而家有機會，佢哋有陣時有啲你話得可能係比較激心啊，或者其他啲嘢，對於我嚟講，我又唔覺得係啲好緊要嘅事情。對於你嚟講，百毒不侵啦。我哋盡量咪希望可以啟發下佢哋咯。係，咁好啦，嗱，我哋頭先都講到，其實我哋成個娛樂圈啦、嗯，或者唱片行業成個生態都好多改變嘅。嗯咁亦都講緊喺嚟緊嘅日子，咁我哋可能係因應市場上嘅需求唔同咗，我哋都作出咗好多唔同嘅調度啦，或者係去適應啦。咁、但係點樣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揾到一個好嘅着腳點，我哋繼續將呢個娛樂線發得更加好咧？咁我哋留翻喺下半 part 再同大家傾下偈，好啊，好嘛？我相信你係好多大計，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大家好，我哋係魔力娘娃奶。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モーニング娘。ワンナインです。香港でファンミーティングを行うことが決定しました。イエーイ。はい、ファンミーティングという形でですね、そういう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うん、今回は質疑応答会もあったりだとか、はい、少し私たちの歌も披露したりだとか、今までのコンサートとは少し違う、皆さんと距離の近いイベントになりそうです。イエーイ。500名のVIPの方たちとはですね、一緒に写真も撮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会場に来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とはハイタッチもあります。イエーイ。いつもとは違ったイベントで皆さんにお会いでき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See you soon in Hong Kong! 感謝します。
由80年代拎住100多隻黑膠唱片去派台，到而家甚至乎有啲電台或者媒體係唔再收實體碟嘅年代。Tommy，你經歷過曬㗎啦。我哋好風光又見過啦，高山低谷啦，正所謂咩都見過下啦。係。咁好啦，而家其實我哋鏡頭背後亦都好多年青人，其實佢哋睇我哋呢個節目，亦都好想知道一啲娛樂圈所謂不為人知的一些秘聞，但是同樣地，其實他們最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他們要入行，雖然他們知道現在科技很發達，有互聯網，有很多 social media，某個程度上他們更加明白這個世界上已經不算會再有這個懷才不遇，因為如果你得真的有人知道，但有人知道之餘，他們可以怎樣發展自己，這樣就是你的拿手嘢啦，你即係等於就話，你俾一個方式佢哋點樣去將自己嘅長處可以好重地即刻令到 hit 到個市場或者 hit 到佢嘅 target 咧？大部分嘅年輕人咧都未會諗到你咁仔細嘅，因為大部分嘅年輕人咧只係理想啦，佢覺得哎呀，我想做歌手，我對音樂好有熱誠。咁佢哋好多時候會自己埋頭苦幹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發白日夢嘅，即係佢自己冇努力嘅，咁亦都有好多咧就自己好付出努力，但係佢仲係未明白成個環境嘅。咁但係譬如以前嚟講咧，最容易入行嘅就係通過一啲叫做歌唱比賽啦。係。咁你話而家嚟講，亦都多咗一啲互聯網，我哋大家有陣時可以喺個網度睇到啦，或者係最流行嘅 busking 啦。係。而家街頭嘅 busking 咧，其實如果大家去 study 翻而家嘅娛樂圈咧，其實你會揾翻有好幾個，包括咗 C All Star 啊。係。其實佢哋都係喺 busking 裏邊咧，係街頭出嚟掘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個世界，我仍然係堅持咧，就係冇懷才不遇。係。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肯付出，只要你用心去做咧，絕對會有人睇到嘅。但他們怎樣可以將他們的好處第一時間 hit 到人呢？這個真的是一個技巧。最主要我覺得呢，他們如果作為新人來說，他們不會有這些技巧的。他們最主要是要用他們的 passion， 他們的熱誠，他們的努力。因為通常譬如作為我自己或者一些我們圈內的幕後人，我們有時聊天啊，怎樣去選一些新人啊，或者其他呢，我們其實都很多時候除了看他那個 talent， 是就同時都會看他的個人的性格啊，或者是他的行為的，他的品德。是的，其實我在很多地方都說過，其實包括了我們現在公司一直做的吳業坤，是他在未簽我們這間公司的兩年前，我在另外一間公司工作的時候，通過了一些朋友介紹，就我們坐下來聊一下，我其實當時只是問他一個問題，我為什麼要簽他，他就答我就是說我很勤力的，我唱歌都 OK 的。很多人都很勤力的啦。那我就跟他講了一句，如果你不勤力，你不唱歌 OK 的話，你連坐在這裡跟我傾偈的機會都沒有了。沒錯。那我為什麼要傾偈？那他當時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那其實即比較現實一點，當然我們就說會發掘一些有 talent 的藝人，但與此同時我們都要跟老闆做生意，其實我們都是要向一個商業的元素去看的。咁我哋一定要計睇到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叫做 market 啦，有冇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機會咧？無論俾佢或者俾公司啦。咁所以喺兩年後，我哋又有機會啦，又有朋友再通過朋友，我哋又坐低傾啦。咁我再同佢傾偈嘅時候，我係發現咗佢係成熟咗啦。佢開始即係捱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明白呢個圈嘅少少遊戲規則。而最令我欣賞和我最拉尾是應承跟他合作的原因，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孝順的人。這件事我覺得通常一個人孝順的話，其實就不壞得去哪裡，不差得去哪裡。對，所以在還未得到電視台的同意，因為你知道他是屬於某一個電視台的簽約藝人的時候，我都答應他就是說我會送一隻歌給他。咁啊，總言之就如果佢電視台係同意我哋合作嘅，咁我哋就合作啦。如果唔係嘅話，我都送一隻歌俾佢咁樣嘅。咁就其實呢個都好大膽嘅喎，同埋好似等於無償嘅喎。其實你知唔知？其實講到吳業坤咧，我都係準備想問你，當一個
唱片行業嗰個形式上咁大嘅轉變嘅時候，咁你都睇到似乎喺實體或者甚至乎而家就算係呢個載體啲 apps 個收益未係可以咁理想嘅時候，點解你仲會揾到一個你自己信，即係你 believe 呢樣嘢係會 work 嘅嘢，仲要甚至乎係咁大方話，即使個 TVB 唔同意，你都會送俾佢？點解會係咁？定係佢係咪真係咁 talented 呢？我覺得最主要是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夢的，包括了吳業君自己或者我們自己，我們都有個夢、如果我們肯定每一件事都能夠得到一定的回報的話，那就不要玩了只不過就是在我們都會相信我們自己的眼光，我們自己相信我們的經驗，還有有時候有些事不是一定是因為有些利益而去做，而是我們相信我們應該要去做，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就是咁可以試一下咁樣，咁又托賴咁喺一個我哋自己覺得當其時我哋無論喺個 marketing 嗰個做法 promotion 啊、或者整體嘅天時地利人和啦，咁係得到一個幾好嘅成績，咁亦都事實證明，雖然你話 CD 嘅載體唔係能夠賣好多，但係正正我哋做出嚟嘅佢嗰首原來他不夠愛我，係喺 KKBOX 裏面呢十年裏面嘅最高下載點擊嘅其中一首。咁呢一樣嘢就已經證明到，就係始終係載體唔同啫。其實嗰個係帶到俾我哋一個，我哋都估唔到原來一隻歌嘅流行程度係可以帶到俾我哋咁大嘅利益嘅。同埋亦都係作為一個決策者，一個好大嘅鼓舞，同埋即係好滿足感好大，所以可以諗，仲而家仲可以繼續喺度繼續捱啦。嗱，如果你講到捱咧，咁我又覺得你有一樣嘢，亦都係你會係因應時代轉變，而亦都喺度同時係作出一啲唔同嘅 adjustment 嘅，就例如你譬如近年你都做多咗好多關於演唱會嘅嘢，咁究竟係你覺得唱片嘅比重應該擺低而去發展其他嘢，定係你覺得有個更大嘅市場等緊你？嗱，應該咁講，其實我哋只係做音樂出身啦，做唱片出身啦。咁而當年嘅唱片單係銷量已經足以係養起一大間公司嘅所有員工。係。咁但係而家正如我所講嘅載體轉變咗啦，咁個市場轉變咗啦。單單賣音樂同埋唱片，基本上咧就係唔能夠足以養活一間公司。咁所以我哋會演變到就係話，除咗唱片之外，我哋會做埋 management 啦、藝人管理啦、做埋演唱會啦。其實呢一樣嘢所有嘅都係同音樂係有關嘅，只不過我哋而家一條龍做曬。以前我哋只係做其中一 part。係。咁雖然你話音樂嗰個帶俾我哋嗰、那個收入可能越嚟越少，但是因為它附帶出來產生出來的一些協同效應呢，帶給我們其他的收入會增加。而我也都相信一件事，就是說在現今互聯網越來越發達的期間呢，其實我們是越來越需要一些真實的東西，因為大部分我們在一個虛擬世界，無論其實騙不到人的了，現在在這裡聊天或者在這裡做很多事，其實我們經常都說一個很機械式，還有是不是面對面我們聊天啊，以前我們有什麼事打電話聊天出來吃餐飯、但是其實當他們長期接觸了這種的互聯網的這種 social network 的溝通的同時呢，其實他們會更渴望一些真實的東西，所以其實在我自己的看法呢，除了是 CD 載體的時候呢、或者是現在數碼的音樂的同時呢，他們是很想親自見到那個藝人，無論是做話劇啦、唱歌演唱會啦、或者是叫棟篤笑咁樣、其實那種親切的嘢，我覺得一種叫做真人表演的呢啲咁嘅演出咧，係會越嚟越繁盛嘅。其實呢方面我自己有少少體會，因為而家講緊科技即係一日千里啦、似乎好多嘢都。佢做得似乎比我哋人類更加好，即係所謂而家嘅 AI 科技做得很好，即係咩都人工智能。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呢樣嘢係科技永遠或者絕對係短時間入邊做唔到，就係、話人同人之間嘅嗰個接觸，同埋嗰個同埋靈性上嘅嘢、感情嘅嘢。冇錯，因為我哋就算我哋電腦，我哋可以將拍子，我哋可以將個音或者模仿某一個人嘅聲音，我當你完全可以 copy 到出嚟。咁但係你永遠做唔到佢感情上嘅嘢。係。咁所以喺 live show 上邊呢樣嘢，我覺得喺嚟緊嘅將來，
而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冇可能會俾呢個 AI 科技可以掩蓋到。唔知你同唔同意？我絕對同意。所以我點解會喺呢幾年亦都去學習一啲我哋之前冇接觸嘅，譬如演唱會啊嘅呢啲演出嘅市場啦。咁同埋，正如你講所講就係話，如果我哋只係滿足於現狀，我哋以我哋以前一路嘅知識，淨係做翻音樂唱片嘅話，咁我哋就可能會越嚟越辛苦。嗯。咁同埋我哋成日都鼓勵啲年青人又好，我哋自己亦都需要不斷去進步學習。咁所以我哋先至可以仲喺現今嗰個社會裏面繼續可以生存咁解。係。咁同埋做演唱會同做唱片真係好唔一樣嘅。咁你喺演唱會入面，你曾經經歷過啲乜嘢令到你真係好難忘？好難忘嘅咧，就譬如有陣時我哋做咗個演唱會咧，嘅成功啦，睇到觀眾現場反應啦，感動啦，即係等於我哋安排咗成個 run down 啊、曲目啊，或者係講嘅每一句説話咧，係能夠中到觀眾嘅時候咧，我哋係好開心、好難忘嘅。咁就包括咗其中一個，譬如好似早上年嘅黎瑞恩嘅演唱會啦。咁我哋有啲環節係令到個好多觀眾都話俾我哋聽，好感動、好開心睇得，即係一啲好真實嘅嘢。佢哋就係想睇呢一類嘢。咁其實我哋成日都話睇，無論睇戲啊、睇演唱會，除了一些集體回憶之外，亦都係帶動到我哋一啲感情上，係可以諗起，可能呢一首歌一起嘅時候，我就諗起我當年嘅嘢。咁其實是一種幾好嘅 memory 嚟嘅。咁當然啦，你話除了一些演出能夠滿足嘅時候咧，咁有陣時咧，譬如我哋嗰啲嚇我哋得咁多錢嘅啫，你又要飛機，又要大炮，咁我嗰陣時都提心吊膽㗎，因為我哋都要睇住盤數去經營。但係有陣時又會明白就係話，有啲嘢如果我哋太過去著眼喺嗰個數字上咧，有啲嘢我哋又做唔到一啲好好嘅演出。咁所以我哋有陣時就要去平衡呢樣嘢啦。同埋講起呢個美好回憶咧，你嚟緊亦都其中一個好大嘅 project， 亦都係幫大家將一啲美好嘅回憶重新去展現翻，不如由你介紹俾大家聽。哦，因為呢個咧就都係我自己嘅美好回憶嚟嘅。其實如果大家都有記憶嘅話咧，其實以前有一間叫娛樂唱片公司，咁佢咧就係出咗好多咧，就係當年啲電視劇非常流行嘅主題曲，包括咗大家認識嘅《小李飛刀》啊，《曹一留香》啊，《萬水千山總是情》，好多呢一類阿姐啦、秋官啦、蟲蟲姐姐啦、蟲蟲姐姐啦，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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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係爆翠微啦、爆翠微，甚至乎秋官啦、粵劇《任劍揮白雪仙》嘅戲寶《帝女花》，全部都喺娛樂嘅場面裏邊。咁啊，因為之前佢哋嘅後人啊。咁因為可能一啲爭執啦，咁就令到間公司咧就係俾政府清盤官咧係處理咗，咁就最後咧就投標咧就俾而家一間新公司咧就買起咗，咁然後咧就我哋就好好彩啦，就可以同呢間公司合作，咁就喺香港咧就重新發行呢一扎嘅珍品，因為呢一扎歌曲咧如果熟悉嘅人都知道入邊係。首首金曲係，而香港人嘅寶物嚟嘅，香港人嘅寶物。如果我自己睇咧，直頭係可以列入呢個非物質嘅文化遺產嚟嘅，因為佢好代表到香港啦。而音樂亦都係一種不能缺少嘅一樣嘢嚟嘅。咁我都話其中一個有啲有趣嘅嘢就係、是我人生裏邊第一隻買嘅唱片就係少年天道。哦，咁所以我自己本身對娛樂嘅產品亦都好有情意結，咁所以咧，我係完全係用一個樂迷嘅心態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我就會知道就係話，尤其是而家嘅載體咧已經唔同咗啦，大部分人用呢個叫做數碼電話去聽音樂，但係亦都有香港有一個好成熟嘅 Hi-Fi 市場。他哋要求一啲咧質素比較高嘅音色嘅載體，能夠俾到佢哋一個最高嘅享受。咁於是我哋亦都明白到，因為其實所有呢啲舊嘅唱片咧，其實係喺咁多年裏面咧，都通過唔同嘅 CD 啊，都出過好多次。但係我哋今次咧就好開心咧，喺我有得合作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入到去娛樂嗰個倉庫
我哋發現到好多寶物，好開心。是就係一啲咧，我相信而家年輕人都冇見過嘅一啲叫做四分一寸嘅帶啊。係咪啲 open reel 嚟嘅？係啦，佢就係一啲叫母帶，我哋叫做開盤母帶，就係佢當其時錄音嘅時候，就係用呢啲帶去載住曬誒佢哋嘅聲音。因為而家就當然用電腦一餅餅一餅餅。咁我哋就用呢啲母帶咧，係直接用我哋而家最好嘅科技，將佢轉落去CD 啊、黑膠啊。或者一些再高端的SACD 但你們中間會不會經過什麼特別處理呢需要的所以我們差不多每餅帶都起碼要做成 個星期的因為它第一它之前那些帶是瓷粉來的、嗯、那有機會去甩的那我們又需要去焗一下它、嗯、有機又需要它重新還有那些機本身那些機已經大部分已經沒有了我想香港只剩最多不超過三間公司是有這些機器去做的、嗯、然後我們過又要經過現在的最新科技然後就再經過 DSD 然後出來的那個音色呢好好彩就得到了很多 Hi-Fi 發燒友都認同呢它已經是很貼近黑膠的味道 Analog 的聲音是的這件事我們是很開心的也都為了令到最高的水平我們是將這一批碟全部是在日本印製希望可以達到最高的音色我很期待現在都陸續出緊因為娛樂唱片都是我成長陪伴我長大、嗯、所以我都很期待、嗯、好了我們節目呢即是眨下眼又到尾聲了咁同樣地喺度，我想問一下 Tommy， 如果你要用一樣食物去形容而家嘅娛樂圈，你會覺得係乜嘢？我一路都會喜歡係菠蘿包。點解呢嗱，菠蘿包第一就好代表香港嘅，咁我哋廣東音樂亦都係香港為主啦。咁而我覺得菠蘿包俾人嘅感覺係好好食，又唔貴。嗯，幾蚊就已經有大眾化，有大眾化，個個都啱食，個個都喜歡。咁當然咧，就係有陣時食得多都唔得嘅。咁而喺而家嘅發展裏邊咧，有啲菠蘿包仍然可能賣幾蚊個，有啲菠蘿包賣到幾十蚊個。係，咁亦都等於就係話有陣時而家嘅市場裏邊不斷嘅變化啫。係，咁但係仍然係有咁嘅需要，每個人仍然係中意食菠蘿包。多謝你 ，Tommy。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咁我哋下集再見。